这些小宝宝来了，柯基大柯基，咦呀，小泰迪，打不打仗啊，小宝宝们？马上谢你们啊，给你们水喝。哎呀，这些小玩意儿，宝宝别着急啊。有位大姐，听说前两天要进了一批狗狗车，那都是宠物犬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就是他那个，就是他家就是专杀这宠物狗，不让人举报了吗？完了，这狗贩子就往车，就是举报，让他把狗都扔走。完了，当时那狗可能挣扎，不愿意上车，让他给打死一个那个吗？不是。看看吧，这些毛孩，这宠物犬是不是谁家丢的呀？过来看看你们是谁家丢的，家人到时候能找着。然后大姐吧，就把这个完了视频转一转，因为上次就是哈尔滨周边的城市啊什么的都转一转，因为上次那个哈尔滨救的狗在绥化那个主人，就是连夜赶来救的，接的毛孩回家。刘大姐抱一抱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些毛孩的样子。你这小比熊是谁家的？小比熊是谁家的？我家丢的。啊，就快来联系我们，联系我。那大柯基啥的，对对对，宠物。这都是谁家丢的、被偷的什么的？咦，你踹我，给我踹跟头！抱一抱，刘大姐，还有啥？这个黑迪迪也是不是？对，黑迪迪也是。哎，还有这个小宝宝都是。这几个都是。这个小白的是吗？白的是。小白出来了。嗯。小白白也是，都是谁家的孩？